前面还有个梦，也是录音下来，也是2点21分，但住在前面啊。前面还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家猫在床上，同一个长颈鹿，在打架。那个长颈鹿的高度，也就一个猫那么大，样子像长颈鹿，在那边也不知要表达的什么。啊，那个就是看到的那个场景是一个猫啊，在床上面，同个场景呢，就是你拱我，我拱你啊，那个长颈鹿啊，那个长颈鹿，但那大小同猫差不多，就是个长颈鹿在那边啊，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白天呢、啊，白天看那个视频呢、啊，看见一个视频了、啊，一个狗啊，那一个狗同。另外三个小狗，一个大一点的狗，另外三个小狗在那个时候，那个大狗啊，就欺负那个小狗的时候，就跑过去，那个屁股嘎一甩，就把那个，把那个小狗就甩在滚在那边啊，一甩滚在那边啊，这是一个场景。另外一个场景呢，两个狗在那边为了争一个吃的东西，它两个是同个主人养的，两个狗啊。在你争我争，你争我争的时候，也是啊，也是会争，也是会争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我看到两个狗之间呢，有个食物，一个长条的食物，靠这个狗，靠近这个狗，但呢，这个狗没有太想吃，但是靠它近，主人放的离这个近。另外一个狗呢，离它远，想吃又吃不到。这个时候就想了，如果有个脖子长点就好了。所以呢，想着长颈鹿嘛，脖子长点就把它给够到了啊。脖子长点就把它勾到了啊，脖子长点就勾到了。这个梦啊，从白天看到的有关，应该跟它的解决方案就是脖子要长，伸长点，脖子要伸长点，甚至要长到就像长颈鹿一样，才对啊。原来表达这个意思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